昨晚上才解封的，逮一波杀人，家人们，逮一波杀人。直播间1600人了，来一波杀人！人气往上走一走，欢迎来到直播间。马上2000人了，家人们，来一波杀人！来给我分享到我的所有群里面，然后赞赞点一下，好吧？必须得长红啊，不火不行啊，家人们，谢谢谢谢。说个好消息是吧？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家人们，找一个喜欢的人不是那么的好找，你们也不希望我单身对吧？但是找一个喜欢的人不是那么的好找。咱们把赞赞点一下好吧，赞赞点一下，谢谢支持爱我的所有家人们，感谢你们的陪伴，给爱我点个赞好吧。感谢加入粉丝团，咱们把账号点一下，然后加入一下粉丝团，谢谢。谢谢送的礼物，谢谢。今天晚上，今天我爸带我去玩了，然后呢，他特意带我去了一趟乐山。带我去骑马，还有带我去见了他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说是他们关系特别好的，我也不认识，我不怎么说。他说我爸说，他说他想在乐山开一个酒，就是卖酒的酒厂，他跟他那个朋友合伙。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他们两个也聊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聊些什么。不让我提，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乐山，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他说他全力以赴会支持我，知道吧？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选择乐山。其实我是不太喜欢这个乐山这个地方。说实话，因为，很有压抑感觉，但是他非要带我到乐山来。你们说那个易老板跟阿紫求婚了吗？那这种事儿你不应该不要跟我说呀，对吧？不用在我。
不应该在我直播间说这些啊，家人们，对不对？不要跟我说一老爸给儿子表白了。咱们聊点情感的事儿好不好，家人们，不要聊感情方面了，好吧，我好累，不要聊感情方面了，聊点情感的事儿好不好，聊点我们的人生好不好，为什么不要聊感情呢？感情的事儿就不说了，好吧。因为你们明明知道我心里会难受的，然后你们非要说不行，会心痛的，知道吗，家人们？今天我老爸带着我玩得很开心，唉，但是他非要选择带我去乐视，他带我。接了他一个很好的朋友，他那个朋友呢也是在西这个乐视是数一数二的，他说必须要支持我，然后呢让我拿回属于我的东西，我说的已经太晚了，来不及了，他的那个叔叔也聊了很多，也没有跟我说他们聊了些什么，知道吗，家人们？感谢点赞，谢谢。
刚才好好的，现在突然又心情不好，家人们有些给我说了一些不开心的话，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时候可能有些人很开心，但是我突然就不开心了。我本来想忘记一些过去，然后珍惜未来，有些事儿我也不想知道，但是家人们一直在这里说，我突然就不开心，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说。知道有些人是故意说的，我不敢相信，我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肯定是假的，我不敢相信是真的。应该是假的。真的表白了吗？应该是假的吧，应该是故意的吧。我不敢相信，怎么可能呢？阿紫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呢？对吧？我不相信，你们应该是骗我的。没表白吗？没表白难道是相亲吗？哦，不是，难道是求婚吗？我不相信，家人们，我不相信。你们相信吗？我不相信。肯定是假的。感谢关注，感谢点赞。计划没有变化快，家人们，有些时候计划没有变化快。真的是这样子的。拿只眼睛看到我哭了，我怎么可能会哭吗？我不会哭的。谢谢苏兰姐，我谢谢。家人们，我怎么可能会哭呢？我只是心里有点难受，心里有点难受，我怎么可能会哭呢？对吧？表白呢？表白私底下表白也可以啊，为什么要拿来直播间里面表白呢？是吧，家人们？是表白给我看的吗？我不想看，我也不想知道，为什么要拿来直播间来表白呢？对吧？可以私底下表白啊，对不对？因为他们互相喜欢的话，私底下表白求婚也可以啊，
为什么要开个直播，要表白给我看吗？啊，真的是太过分了，太过分了，真的有点过分了，我觉得不是一般的过分，感觉就像做给我看一样的。在私底下表白也可以，是不是吗？为什么要在网络上表白？肯定是故意表白给我看的。难道不是表白给我看的吗？对不对？那你要吃肉得要藏起来吃呀，偷偷的吃呀，为什么要？为什么要拿着直播间来吃给我们看呢？肯定是故意的，家人们，肯定是故意表白给我看的，怕我看不到，让我死心的意思吗？感谢点赞，谢谢。以后我表白我就不拿到这个网络上来表白，好吧，我就私底下默默的表白就行了，我怕阿紫吸透，所以我就默默的表白就行，我不会像他们要拿来直播间还开个直播在那儿特意表白给我看，还有表白给粉丝们看，这样不知道我会吸透吗？以后我表白我就悄悄的，不会拿来直播间里面表白的，对吧？这样子啊，只看到他也会心疼的，是吧？感谢点赞，谢谢。你们放心啊，我表白我绝对不会拿来这个网络上表白的，对吧？我只会在私底下表白，因为在网络上表白的话，那些喜欢我的人看到他会心疼的，喜欢我的人很多啊，所以很多人都会心疼的。糖糖在直播吗？糖糖在直播吗？家人们，来，多的不说啊，咱们支持阿伟的，咱们把赞赞点一下，好吧？你们放心，你们想看表白的，我也会表白给你们看的，好吧？对吧？你们想看表白的，我也会表白给你们看。你们不喜欢看表白的，我就自己在私底下表白就行了，不会拿来直播间表白的。如果你们想看表白的，我过个一段时间遇到喜欢的人了，我就表白给你们看，好不好？来，咱们把赞赞点一下，好吧？把双赞破一下，双赞，好不好？能不能给阿伟点个双赞？直播间先喜欢看热闹的都去他们直播间了，现在在我直播间的基本上都是阿伟的，喜欢阿伟的铁粉，对吧？我也不想让你们孤单寂寞，所以我就给大家聊一下天。如果你们真的喜欢看表白的，我天天表白给你们看，好吧？这五组给我送的这些礼物，这是干啥呢？这是，一会儿摸我眼睛，一会儿给我倒茶的，喝茶的。
阿伟，你这笑起来的样子比哭起来都难看，是吗？难道不是吗？家人们，你们说是不是？你们说是不是？他笑起来的样子比哭起来都难看。意思我笑得比较假吗？假不假？家人们告诉我嘛！来，家人们，如果说觉得刚刚我们二位兄弟笑得比较假的，就是我们就扣一；如果觉得他笑得不假的，我们就扣二，行不行？不是，那个有句话怎么说呢？嗯，笑不一定是开心，知道吧？但哭一定是难过。可以那个假哭吗？人这一辈子假哭的时候很少，知道吗？哭基本上都是真哭。西西收了点礼物，谢谢你姐。不用懂，家人们不用收礼物。你今天怎么有时间呢？今天我准备我人不是很舒服嘛，我准备去吃饭，然后在这边也感冒了，然后我看你在直播，我看你心情不好，我就让司机把我送到了楼下。你感冒了吗？对，心情不好也没有办法呀，现在很多东西，哎，反正阿伟，我跟你说，这一次回来公司，我也跟你那边对接了很多资源。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做到的一点是什么呢？做到的一点就是我们齐心协力，把自己做得更好，让家人们更加安心，让相信你的人，今天没喝，就是让相信你的人更加的开心快乐。我其实觉得有时候我们忙起来，真的，这个忽略了身边太多太多对我们好的人了啊。对啊，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稀奇不好的，我觉得很多东西计划没有变化快，很多时候我们也要懂得这个面对现实，知道吧？你是一个直男，知道吗？你所有的情绪都在你的脸上展现的，这个叫淋漓尽致，知道吗？没事的，我人就那样了，无法改变了。你知道我为什么非常喜欢你吗？不能说非常喜欢，非常这个就非常我们两兄弟相处起来非常简单吗？就是你所有的情绪都会在脸上展露，知道吧？所以说我知道这个事情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对不对？人嘛，有时候就不要都是第一次出来做人，就不要活得太斤斤计较。就是最怕的不是当面硬刚，而是背后藏刀，知道吗？你喜欢我们呢？家人们，你们喜不喜欢阿伟？家人们，你们喜不喜欢阿伟？告诉我，不能说我喜欢，我喜欢是兄弟情，知道吗？家人们，来，你们喜欢的打两个字喜欢，行不行？那我们我看到没有，四姐来了。四姐，欢迎四姐。对，四姐，我们两个在一起吧。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只能心在一起，我们不能够人在一起，知道吗？我们两兄弟的心就是在一起的，懂不懂？开玩笑。来，家人们，我给你们发个红包，你们也玩一下下，抢一下下，抢了之后给阿伟发一个那个粉丝灯牌，好不好？谢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感谢你们的鼓励，我会加油的，家人们，你们放心，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家人们，我左上角给你们发了个520的红包，阿伟，这就是送给阿伟的一个心意，阿伟送给大家的一个心意啊，阿伟就是远远都对大家都是我爱你，谢谢大家。对，大家有粉丝灯牌的可以把粉丝灯牌亮一下。对，我们有时候不一定要光羡慕别人，我们要行动起来，让别人羡慕我们，对吧？其实你可以完完全全的去，真的去，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嘛，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去走，但是你一定要接受，对不对？新生活嘛，因为家人们都喜欢就是说能看到更好的，你知道吗？家人们是不是想喜欢看到更好的阿伟？
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行动起来吧。行动，你这个行动，什么叫行动起来？我这个听一下，我可以。直播间这么多家人们也可以听一下吗？我有个梦想。你有个什么梦想？我可以帮你实现吗？你实现不了。那你说一下嘛，你有什么梦想吗？我有个梦想，就是秘密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家人们，我们一起猜一下好不好？他有个什么样的梦想？我们一起猜一下。我想给我的家人们一个惊喜。这就什么惊喜吗？秘密，这是秘密，不能说出来。我想让这次，我想怎么让粉丝家人们知道，原来阿伟也是有这么的一面啊，这样子。不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哦，直播间这个云朵购物、啊、购物云朵姐姐，她一直说湖北有个美女在喜欢你，我想问一下这个人是谁？湖北？嗯，我不知道呀，我怎么知道啊？我你不知道呀？这个真的是这个。你的帅气已经风靡了大江南北吗？这是我的帅气是不是迷到湖北去了？那可能是的哦。我的帅气是不是挡住了这个世界？没有，你的帅气，我觉得你的真诚跟帅气还是让很多人哦，说实话还是让很多人感受到了。但是你表达的东西对不对？可能不一样，知道吗？你所表达的方法不一样，你是直接去表达，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说话嘛，对不对？要这个三分直接，七分委婉，对不对？最近我跟你学话，我都感觉我回公司环境，我以前性子都不这么直的，为什么我一回来跟他们交流，性子就这么直了呢？直一点好吗？我喜欢直一点，对吗？明白了，对对对，系统。家人们，给阿伟送一下粉丝灯牌好不好？等一下，我昨天就给你们发了个520的红包，对不对？我昨天就给你们发了个520的红包，对你们家人们有粉丝灯牌的，抢到了那个抖币的都给阿伟送一下粉丝灯牌，行不行？对，阿伟一定会很棒的，家人们，真的。男人好难哦。叫起来，阿伟，这叫开心一点嘛？这叫什么？这叫开心舞，知道不？我今天特别的开心，知道不？你说这个话谁信啊？我今天特别的开心，就是那种笑哪一种开心那种。我希望今天如果我不在，你不要一个人独自去喝那个八加一啊。八加一，我这次直接喝九加一了，九加一。你要这样子，要好好的，知道不？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兄弟。好吧，那我就不跟你聊了。家人们，很多人说让你去连那个谁谁谁谁。刚刚那个抖币你们都抢到没有？那个抖币都抢到了吗？家人们，抢到了的话，我们给阿伟送一个粉丝灯牌，好不好？家人们，谢谢大家了，家人们，感谢你们。我们马上就要回来了。对，家人们，你们如果说抢到了那个抖币的红包的，你们可以每个人给阿伟送一个粉丝灯牌，谢谢大家。哇、哦，谢谢我林杰，谢谢林杰送来的礼物，谢谢。
这个我也想送这个礼物，我也想对你有爱的守护。这个礼物在哪里啊？我给大家听一首这个大年上的歌啊，彝族姑娘唱的歌，好吧？哎，你唱一首。阿伟，我给你放一首《爱的》，我给你送一个礼物，《爱的首付》，你唱一首歌行不行？没问题。不是你唱那个，你会唱那个彝族的敬酒歌吗？你在那边待这么久。吴总，我有一个梦想啊，就是必须得找一个彝族女孩。那你会不会唱彝族的那个敬酒歌啊？不会吗？可以学吗？我必须要找个彝族老婆，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啊，我失去的东西我拿不回来了，但是呢，我得要拿回一个比现在失去的东西这个都还要贵重、还要宝贵、还要完美的东西，知道吧？不是，阿伟，你应该找一个，不是应该找一个彝族女孩，而是应该找一个爱的人。找一个首先你爱的，这是前提条件，然后第二个条件才是彝族女孩，知道吗？是不是？对。 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i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the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every shot from the top.你好不好？我就撤了，我等两天就回来了。对，乌兹莫不是乌兹一样。他们说让你连一下那个谁，然后你看一下吧。我就那个啥，我就撤了。我感冒了，我去整点药吃一下。好，我明天早上还要开会。好嘞，好，拜拜。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嘛？
后天吧，后天。后天是吧？嗯，对。那我等你。但是我跟你说一个事好不好？我们后天回来了，能不能？因为刚好这边也处理完事情了。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们能不能去领略一下这个四川的美好河山？我们去下面，对不对？去转一下。嗯。四川那么大，你想怎么转？但是有没有你的，有没有你的人生之处？新人，新人的地方就是新。我想去的地方是吧？嗯。你说过年前带我去一起转一下吗？嗯，你觉得反正公司现在也没，对不对？也我觉得转的也挺这个，嗯，是正常的呀。我们就不必要去担心嘛，我们就去下面转转嘛。我带 你觉得呢？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然后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好吧？可以。是不是在山上？是不是在农村里面？给你一个惊喜。好。OK， 我就喜欢去农村，因为我就是农村出来的，知道吗？嗯，这个惊喜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嗯，有意义的，反正。我相信你，你都会做有意义的事情的，真的。相信你，好不好？我也希望，对不对？我也希望这个就是。你能够，跟上次一样，去那个光茂村，能跟那些所有的人都能够聊得来，然后他们跟你聊天很开心。我希望你能去做很多很多开心的事情，好不好？嗯，让别人开心，好吧？你让也要让自己开心啊！我也很开心，我就是我的人生其实。你说追求这个金钱米方面，我觉得也没有多大的意义。最有意义的一些事情就是做一些。对，我觉得真的没有太多意义。钱随时都可以挣，但是人嘛，有时候得给自己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待一下，感受一下世界的美好，对不对？对，自己要活得精彩。玲玲奶奶说的太对了，奶奶。好吧，那我就先撤了，我期待你给我的惊喜，好吧？好，等你回来吧。好 ，OK， 嗯，好，嗯 ，OK， 拜拜吧。你们说易老板直播有11000人吗？没所谓啊，对吧？这个无所谓的，我们又不是没有到过11000人，对吧？也有到过20000人啊，30000人啊，对不对？我这个大号以前我在罗吹的时候，我直播的时候也有20000-30000呀，对吧？现在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人气多就是好事儿，知道吧？有些他是来看热闹的，因为你要干嘛表白什么的，人家有些就来看热闹的，对不对？但是最初有意义的就也就那么几千人嘛，对不对嘛？大家又不是不知道，是不是嘛？我现在在这里马上跟一个女孩子表白，也有10000多人呀，对不对？这个是很正常的嘛。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家人们，因为你们也知道，中国人都比较喜欢看热闹。哪里有人吵架就去哪里看，哪里有人干嘛那种就去看，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道理，正常反应。感谢点赞，谢谢。